然后呢，这一瓶很厉害，它是酵素洗颜粉，粉状的。2015年，它是 Ecosmet 的第一名。这个酵素洗颜粉，它的活性比起目前市面上很红的酵素洗颜粉，它的活性多了125。125，它的活性很强，它会选择什么角质要留下来，什么应该要清除�掉，它里面还加进去了9种可以让你的皮肤达到滋润的这种玻尿酸。然后呢，很棒的是你可以越洗越亮，越洗越亮。很多人都不知道哦，用酵素洗颜，第一个位置要洗的是油脂比较多的 T 字部位，还有容易阻塞的毛孔部位的鼻子中，先从 T 字部位、毛孔，还有很多人都会长下巴粉刺。哦，对，我之前好多。对，所以应该要先洗额头、鼻子、下巴这个地方，先洗完之后再去，最后再去带脸。我们公司上下都在用这一瓶。